前我都没有接触过这种训练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定的恐惧感。到后来在战友们的鼓励下，我通过深呼吸调节好自己，完成了这次挑战。通过这次训练，我感觉比以前更自信了。获取区域的心理行为训练、团体心理训练的合并，有效的提高了他们的心理免疫力，引导新兵培养积极情绪，以良好的心理状态投入到军事训练当中。